Hello，大家好，冇错啦，呢、这个格局好明显系咩事啊？煮嘢食梗唔系啦，淘宝开箱，大家期待已久嘅淘宝开箱即将开始，咁咧我哋一路开箱一路倾偈啦，带翻个手套先，OK？好啦，即系我 check 完之后咧，通常咧成日咧，哎呀，就系咁啦。之后咧个咪咧就插唔翻实咧，之后咧就插咗等于冇插咁样。系啦，有声噶啦，今次应该如果冇啊，死火，冇啊，配音啦又。咁咧嗱，首先开箱之前要卖下广告啦。咁咧小帮手咧，依家个频道咧，好多谢其他朋友啊、观众嘅支持啦。但系都系一百，佢话喺开头咧，得十几个订阅者嘅时候咧，小帮手，大家扫一扫画面呢个 QR code，或者咧上网 search GILES。之后Giles Hung 啦，Giles 之后 Heung Giles Hung 嘅 channel，咁佢你哋订阅咗咧唔使睇佢个 channel，因为佢都系画下画啊小朋友嗰啲嘢咧，你哋未必有兴趣睇。咁咧佢只在乎咧订阅者嘅人数，OK，所以咧你哋就咁订阅咗咧，可以唔使揿钟仔，好衰。咁咧，即系佢上次咧，之前都好搞笑。佢咧，十几个订阅者嘅时候咧，当然嗰十几个都系亲戚啦，或者系朋友啦。咁之后开始公开咗叫你嚟订阅嘅时候咧，就开始人数增多啦，但系都系得一百个。咁佢开头十一个嘅时候咧，佢就话妈咪啊，开头十几个嘅时候，佢话妈咪啊，如果30个 subscriber 咧，就要庆祝。哇，30个就要庆祝。之后后屘无端端咧到30个嘅时候咧，佢就话妈咪又都系唔好啊，等100个先至庆祝。咁之后咧到咗真系100个嘅时候咧，佢就好开心啦，佢话要 celebrate。之后有个观众好好啦，阿 Betty 咧就sponsor 咗1000蚊佢咧，就请佢食饭，叫佢 celebrate。咁咧暂时都啊，琴日喺度讲紧咩咧？琴日唔知去咗边度嘅时候咧。佢就話：媽咪，我哋依家即刻去 celebrate， 去食壽司，去 celebrate， 慶祝100個。佢叫我咧買啲 balloon 翻屋企，佢叫我買啲氣球翻屋企咧，寫住100 subscribers celebrate celebration 咁。即係話吓？要咁樣嘅咩？我100000都未咁做喎，之前我100000訂閱 follower 都未有慶祝。好搞笑小朋友，所以咧，你哋快啲订阅佢啦。我话不如唔好啦，我话等1000个 subscriber 先庆祝啦。佢话唔得啊，叫我快啲上网买啲气球翻嚟咧，要庆祝喺屋企黐喺块镜嗰度，写住100个 celebration， 好笑。嗱，呢一箱咧就系嗰啲盆栽嗰啲嗰啲，唔知道你有冇兴趣？但我覺得幾靚咯，同埋佢包得希望冇爛啦。咁係啦，Made in China 嘅嚇。咁佢有啲即係我擺喺露台嗰啲盆栽，呢個係盆個底盆啊，盆栽嘅底盆。OK， 所以你話啲小朋友係咪好可愛？係啦，唉，笑死我。咁你記得 subscribe 佢啊，唔好淨係喺度笑咗之後又唔 subscribe 人哋啊！小帮手，大家要支持一下佢啲小朋友嘅创作，OK？画画佢上，同埋好似之前同佢拍咗个去冒险乐园玩嗰啲片，即系比较无聊少少。推介俾你啲小朋友睇，可能小朋友有兴趣。系啦，嗱呢啲花盆咯，啊好多法宝胶，我最惊就系呢啲法宝胶，但系冇办法，佢一定要保护呢啲咧，保护呢啲。就一定要用法宝胶好多嗱呢啲咁样几靓，佢有个窿喺度俾你去水嘅，摆啲泥入去之后种嘢咯。系啊，我棵牛油果种得几靓。系啊，嗱，帮小帮手宣传完啦，之后就到帮我自己宣传。嗱，呢个四方形几靓，佢有啲字嘅，佢好似唔知40零蚊一个，好厚啊，呢啲好重，俾大家睇，几靓系咪？我惊扫咗，嘣一声跌落地下烂咗，咁样咯，咁样几靓，40几蚊。咁我有睇我上一集就见到我买咗个花架翻去啊嘛，有个花，即系我自己砌咗嗰个摆露台嗰个摆花盆嗰啲架咧，你自己睇翻上一集，
系啦，咁系啦，嗱，帮小帮有帮小帮手宣传完咧，就帮我自己宣传，记得订阅我个 Instagram、IG、OK、IG， 好烦啊，成日喺度宣传二咁样，咁我都系宣传自己啲嘢啫，唔得嘛，系啦，咁 follow 我 IG 有咩好呢？嗱，呢个就系头先嗰个长型嗰个盘啦。follow 我 IG 咧，即系如果我依家咧摆啲咧，即系因为食好西，我前一排未拍食好西嘅，咁有啲咧，有啲餐厅我未必有时间，或者嗰日未必有心情拍食好西啊，冇带咪，即系唔系之前嗰几集都冇带咪。嗱，呢个都好靓，呢个就冇字嘅，正式咁样嘅，正式就系摆呢个盘咯，都厚，你有个盘托住咁样，其实。是不是要有个盘托住啲水？我都唔知道。其实盆栽呢啲嘢种植嘅我就唔系好熟。咁佢系有个窿嘅，佢个盘咧入边系有个窿。呢四五十蚊几靓，嗱有声嘅，坑烂咗间自己喺度，有声嘅，坑坑之后啪一声烂咗，咁样咯。呢个长方形，有字就靓啲咁咯。嗱咁样呢两个，明唔明白？呢两个系啦，讲埋我个。我的 IG 呢即是认真去搞呢成年啦都是得四千几人有没有搞错叫你班友仔去 去 follow 又不 follow, 得那四千几个乖乖猪去 follow 我威逼你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其实呢这个黑色 ,ok, 黑色。咁呢因为呢我都好俾心机搞我的 IG。IG 呢有好多呢係 YouTube 冇喺 YouTube 擺嘅嘢我都擺 IG。有时食好西啦我开始整好晒啲地区嘅食好西啦即係我食过有啲咩好食嘅餐厅我都会影俾大家睇啦。同埋呢我会有嗰啲 column 呢我话俾你哋听因为有唔係个个都知道因为有啲圆形嗰啲呢我 show 喺画面俾大家睇。就睇到就係圓形嗰啲咧，就係、是、我會分曬銅鑼灣食好西、灣仔食好西、旺角食好西，我自己食過好食嘅我都會擺上去咯。電話啊、地址嗰啲我都會擺上去咯，係啦。咁樣呢個都幾靚，係咪黑色？一點點嘅佢又近少少俾大家睇，一點點都幾靚。呢、這個黑色，我唔知道種咩好，種啲香草或者食得嘅嘢咯。系啦，即系我个人系比较现实少少，我唔中意种花，我唔系好识欣赏花呢样嘢。其实我就唔系好中意花，因为嗰阵时譬如同人拍拖啊嗰啲咧，即系我都同人讲，我话你唔好送花，我其实对花咧系冇乜感觉。即系你送花俾我，不如请我食餐饭，开心过送扎花俾我咯。我记得有一年咧，我生日咧，有个男仔送扎花俾我，之后咧。即系你知道生日好要走几场咁样，去完呢度玩卡拉 OK 之后，可能落去 disco 咁样。咁之后咧，呢一箱开完啦，之后到呢箱啊。咁其实唔系净系得三个花盆，可能仲有其他花盆，系咪开始闷啊？有少少，我唔知呢一箱系咪花盆。如果系花盆，我就唔开啦，好唔好啊？即系可能有其他临审嘢，即系花盆未必个个有兴趣，但系都几靓。呢几个呢三个都唔错。好厚实啊！啲质又冇烂啊，送到嚟几好，系啊。讲到边啊？头先唔记得咗，讲紧咩噶？啱啱唔记得咗，使唔使睇翻自己讲啲咩？系啦，食嘢啦，食好西啦，系啦。仲有咧，食好西我呢排食咗肥咗四五磅，所以要暂停一下。不要那么放肆有些什么减肥的食品可以 sponsor 我之后大家谈下有没有合作的空间因为我一路吃好西一路肥呢都不是一个办法做运动都减不得几多是这样狂吃大佬如果有看我之前吃好西又糖水又甜品又芋圆又啊又饺子那些呢、啊、sorry喐到张凳好好刺耳，嗱呢啲全部都系花盆啊，不如开埋啦，陪我一路倾偈一路开啦，好嘛？即系啊，拎唔到晒，先开下呢个先，好多发泡胶，
這個呢就不是那個正方形長形了，這個就是梯形這樣的，尖尖地的尾，收身一點的，是啦，收身一點，都是有籽。 我全部都買了一個盤，因為我怕它呢滴曬啲水落去地下咧，唔知道我都係咯，有個盤，呢、這個梯形都幾靚，係咪擺低？啊嚇死我，差啲甩手添。好啦，咁之後咧，係啦，翻咗成日翻大陸玩啦，呢排整指甲啊嘛，你有冇睇我筆上咧？$100指甲腳甲。即係每樣$100啊，唔係指甲腳甲加埋$100啦，當然十粒啦，但係人哋指甲腳甲$100，整得靚嘅，真係整得靚，有心機咯。即係香港咧就快嘅，但係就冇咁細緻咯，有時啲整嗰啲位。咁但係如果真係上去，我一次過咧，我每一次咧，依家咧係手甲、腳甲同埋按摩三樣嘢同時間進行。即係我會按兩個鐘咯，因為佢整指甲咧都要個半鐘，所以咧我一上去之前咧我就 book 定曬啲師傅，三個，一個按摩膊頭，一個整手指，一個整腳趾，同一時間兩個鐘頭完成咗三樣嘢，最適合我呢啲趕時間、生活繁忙嘅人。係啦，呢個就六角形，幾靚係咪？咁咧。一陣間可能去買種子，去花墟買啲種子先。係啊，有時我啲生活嗰啲嘢咧，我都會擺上 IG 咯，即係得閒無聊啊，屎忽痕啊，即係嗰日食咗啲咩啊，或者買咗啲咩面膜好用啊，我都可能會影上去 IG 介紹俾大家。因為你 YouTube 我唔會話無端擺張相上去 YouTube 噶嘛，但係 IG 咧，即係譬如我食完嗰間餐廳好食。咁我影碗面，影個飯，影條菜俾大家，就大家知道嗰間餐廳係咩地址啦，同埋有啲咩係好食噶啦。哇！我勁食餃子啊，呢排勁去嗰間大南街嗰間餃子，美味餃子真係我最愛。佢個菜譜啊，辣菜譜係不得了，一定要去食。同埋漢法嘅豬潤面都好正。仲有芋圓啦，我次次食完餃子咧，我都走去食芋圓啊。嗱，呢啲咧寄咁重嚟咧，嗱你見到好多個嗰啲花盆啦，咁重啦，三箱$210人民幣咯，同埋都寄得好好，因為我用咗呢一間都好耐。其實有第二啲咧email 我咧想 sponsor 我運費嗰啲，同佢哋拍片宣傳，但係咧我開咗個價咧，佢又俾唔出，咁我就寧願自己出錢揾翻呢間運嚟。咁係啦，係啦，出得起錢先好 email 我啊！以後唔好嘥大家時間，想知收費就 email 我。呢個哇好多喎，買咁多做咩啊？個花盆有冇位擺？依家買1、2、3、4、5、6，買咗7個啊！呢度仲有1個，大家估下係咩色呢個？我都係買嗰個系列噶啦，我買咗2個黑色，呢個唔知灰色定黑色啦，因為已經買咗太耐。同埋擺咗喺度成2個禮拜，我都未開箱，因為實在太忙啦。依家暑假，你知暑假咧就係、是、開工嘅時間啦。反而咧小幫手咧翻學咧，我就係最 free 嘅時間啦。開咗朝頭早6、7點，咩色你估啊？呢、這、一個花盆係噔噔灰色四方形嘅，咦笠到我頭落，擺到我頭落，真係擺得落。低啦，系啦，咁样咯。同埋系啊，呢排成日不上，但系依家暑假冇得成日上啦，3、4個禮拜上一次啦。因为我整指甲都系3個禮拜上一次，系咯，3個禮拜就整一次咯。同埋佢嗰个有得整眉啊，整睫毛，但系我就冇喺上面整，因为我整睫毛就喺香港整嘅，直睫毛嗰啲啊，系啦，四方形。好，开完啦，呢啲大家可以。看第二啲嘢啦，其實都唔係好多嘢，即係我買咗啊，擺埋一邊先。好，呢一箱就係其他嘢啦，唔再係花盆，即刻空間咁大咗好多，冇咗個箱喺度。咦，我把餃子，我把餃子，
大家要陪我揾教剪，我成日都系咁拍拍下咧。啊，喺度喺个头先嗰个花盆嘅箱度。啊，上次咧有个观众教我，唔知点样开咧，就唔会甩线定唔知咩。唉，我都唔识啊，我都唔系好识。佢呢度有条线嘅，系咪咁样开噶？即系呢啲。即係有個觀眾教我，佢話：誒，跟住個線頭去剪咧，就唔會成地都係碎嗰啲咧。唔知係咪呢條咧？係咪呢條啊？咁啊，唔知道。我平時都係就咁剪剪剪嘅嘛。咦，係喎，咁樣咯，好似發現新大陸咁嘅低率，就係咁樣就唔使剪啦。原來就係咁。有时就系做人就系咁简单。我镜头系咪歪咗？移翻正个镜头先。OK， 系咪咧？我都唔知道有冇歪到，是但啦。系呢个唔系重点。追踪我 IG 唔该。同埋咧，喂，夏天啊嘛，夏天大家丰胸瘦身。哇，有只嘢喺度，去嘛？死有冇死啊？喺我只手度啊！啊啊啊！咩嚟噶？点解有两只呢啲蜘蛛咁样嘅蜘蛛仔咁嘅？哇，好惊啊！哇，想爆粗！入边会唔会走一炸出嚟噶，大佬？喂，真系好惊啊！点解咁嘅？我冇买嘢食噶，但有两只蜘蛛仔，系咪摆咗喺度太多日？摆咗喺度两个礼拜，啲纸箱开始呕啲蜘蛛仔出嚟咧，哇，好惊啊，超惊！我最惊呢，即系蜘蛛仔都仲可以，曱甴我真系即刻反击啊！我真系即刻走人嘅，嗱，个镜头就唔会见到我喺度。咁系啦，好惊啊！一路剪一路有啲惊，系咪死咗？头先嗰只 confirm 佢系咪死咗先？如果唔係就要咪多佢兩嘢，好殘忍係咪？係啊，冇乜愛心，對呢啲昆蟲係冇乜愛心，係唔可以有愛心，因為實在太驚。係啦，係啦，瘦身啊，講緊啊，即係幫我客户賣下廣告，因為我喺嗰度做開 facial 啊、瘦身啊，同埋豐胸，即係嗰啲 firm 嗰啲胸啊。咁咧有優惠啊嘛，之前大家有冇睇啊？哇，超便宜啊，688元做个胸部疗程，试做新客户688元五次，维翻100多元一次，我食晏都唔知呢个价钱啦，系嘛？哎，呢、這个水靴啊，喂，我买咗水靴，夏天啊嘛，夏天咧就成日落雨，我以前对水靴已经烂咗，抌咗好耐几世，但系咧有时咧。你穿住對波鞋出街啊，譬如嗰日冇揸車嗰啲咧，你又去啲地方真係會淋到雨嗰啲咧，咁啊真係要水靴先得。如果嗰日落得好大雨，幾靚喎呢度，係嘛？唔錯喎，有少少膠味，因為後面呢一忽咧係膠喎，所以有少少膠味。睇下入邊臭唔臭先，可能打開。要一兩日先著，有少少味，但系唔係好重味嘅，試下先，舒服嘅，舒服，同埋個款係靚咯，我覺得。咦，入邊有啲嘢我未拎出嚟，入邊有啲嘢硬硬地，點解咁嘅？好奇怪嘅，有啲嘢突咗出嚟嘅。个簪好似歪咗，好搞笑！佢有个簪咧甩咗出嚟，我依家要黐翻佢先啊！得，劲低能，点解会有个簪甩咗出嚟？暗簪有啲系，有啲暗簪，移咗位啊！我手套摄咗落去，啊，掹唔翻出嚟，整烂咗个手套先，唔紧要啦。OK， 咁样。好似100元又唔使唔使咧，唔知啊！我谂紧咧，好冇咧，去韩国咧入啲货咧，买啲衫啊或者护肤品 ，OK 整翻我。
買啲衫幾靚啊！呢對都係嘛？後面係膠咁樣，幾好幾好啊！幾舒服喎，應該都即係落雨咧，起碼你唔會話噏住嗰個波鞋咯，得唔得？個底咁樣都有啲款，平當平時啲 boot 著都 OK。我試下落，下個禮拜又落雨啦，又落大雨啦。呢、這個 OK， 又打風又落雨咧。有時你翻工啊，又想著啲有款嘅鞋，咁你著拖鞋又肉酸，著波鞋又噏住成日臭腳，啲襪又濕曬。咁買到呢啲 boot 就水 boot， 有啲款嘅水 boot 最好係咪？係啦，打唔打啲拎出嚟？要買先至問我啦，不如定係代購，淘寶代購。之后抽翻嚟啲钱，我要赚钱发钱红，系啦哦！呢、這个小帮手泳衣、泳帽、泳衣开啦，依家我穿咗，换个手套，系啦。咁、咧最搞笑咧，我话俾大家听咧，我咧、最近咧个 email 咧爆晒啊嘛，咁咧最近咧先至睇翻咧。年几之前啦，今年系今日系2023啦，七月。我有个 email 咧系2022年嘅四月定唔知二月咧，煤气公司系揾过我想合作拍片，但系咧我系成年几先睇到人哋个 email， 之后最近先至复翻人哋个 marketing， 我话 sorry， 我依家先睇到你个 email。我話仲需唔需要合作咁樣？之後佢話唔係，之後我就話其實話時話，你仲喺咪煤氣公司 TGC 嗰度做啊？笑死！之後佢話仲喺嗰度做，大家喺度 WhatsApp 講完一輪，好好笑。可能遲啲有得合作空間，因為之前咧佢想我即係想個爐頭咧介紹個爐頭，但係佢就依家唔使啦，過咗成年個爐頭都唔使 promo。咁睇下有咩咯？佢話如果個櫥櫃，我櫥櫃如果換櫥櫃好大工程喎，咁到時再睇下大家有咩合作空間，睇下有冇機會同 TGC 合作，之後推介下佢嘅嘢俾大家。OK， 咁因為我依家廚房所有嘢咧都唔係煤氣公司，咁咧就係咯，但係沖涼嗰啲就熱水爐就全部都係煤氣公司 TGC， 係咯，就係咁啦。呢、這個泳帽鯊魚泳帽。我好驚啊！前一排咧，西貢咧，咪有一隻大嗰只叫咩？唔記得咗。唔係鯊魚，係唔會咬人嘅，但係好得人驚，好大個個口嗰只咧。大家有冇睇到啊？大家去睇 I， 即係有時喺 IG 開翻個 account 咧，都好多嘢睇。係啊，成日喺度困人哋，諗住叫人哋 IG 申請個 account 之後 follow 我 IG 啊！快啲啦！系啦 ，follow 完咧最紧要咧，其实系 like 啦，同埋咧有时咧，譬如哇呢件几叻，小帮手防晒泳衣，因为咧小帮手啲泳衣咧成日咧着到掹来掹去咧，啲小朋友好中意咧着咗上身啲衫咧掹去膝头哥咁样，掹到啲衫啊，唔好话泳衣，其实平时着嗰啲衫都俾佢哋掹到歪晒，咁呢件啦。啊、這件呢件咧系几好，佢系印落去嘅，佢唔系嗰啲胶咧。有时咧，我喺吉之岛买嗰啲咧，嗰啲公仔泳衣咧，佢出面咧系啲胶咧。佢你洗两洗，譬如你工人啊，或者你自己咧摆落洗衣机啊，冇摆落洗衣袋，或者冇反转件衫仔，啲胶咧就甩鬼晒出嚟噶啦。咁咧呢一啲咧就唔系胶嚟嘅，呢直情系喺件衫嗰度烫，即系唔系烫落去。直情係一件喺個布嗰度啲印花嚟，所以佢就唔會甩咯。呢啲就好啦，買呢啲就 OK 啊。哦，呢、這個都有泳帽送嘅，其實都唔係。佢而家去學游水咧，要戴嗰啲泳會嗰啲泳帽，其實呢啲都唔使戴。但係咧，翻大陸咧，上次去珠海咧游水咧，係一定要戴泳帽，因為衞生嘅問題，香港都冇咁衞生。大陸咧去嗰啲酒店咧泳池嗰啲，全部你都要戴泳帽先可以落水，因為有時啲頭髮都驚污糟噶嘛。所以咧，其實都做得幾好嘅。有時依家國內咧，即係唔係話乜嘢？咦，咁得意啊！呢個就有個膠連住咯。UV protection 即系防晒50度，但系有个胶喺度揞住，系啊，呢度有个胶，呢个泳裤咯，鲨鱼泳裤，小帮手嘅，几好。佢已经有三套泳衣啊，有一套摆喺 Auntie 度，因为咧佢有时咧会去 Auntie 嗰度瞓觉啦，所以咧有一套摆喺 Auntie 度，咁啊好惊啊，
好似死咗啲昆虫尸体嘅，我见到有一只，好得人惊。哦，呢个咧就系我嘅衫嚟嘅，白色衫。哇，我惊整污糟，洗下个手套先，我先开俾大家睇。系啦，手套都灰晒，我嘅。系啦，咁依家，依家有翻佣人啦，都劳气嘅。不过有时真系，琴日先话完佢，做咗三个月咧，咁开始即系开头都冇乜点话佢。咁但系佢呢排越嚟越过分咧，睇机咧睇到机不离手，即系冇小朋友喺度，我同佢讲话，如果小朋友唔喺度咧，你就自己即系听住机啊，做家务啊，拖地吸尘啊，洗碗都 OK 啦。咁但系咧，佢咧呢排咧直情系疯。沉迷到咧，得我同佢喺屋企啦，我喺厅啦，佢喺厨房咧，佢睇机咧睇到咧，哇咁大件嘅呢个喂，哇我以为好细件嘅细码嚟喎，细码都咁大件嘅，哇好大件，唔知着咗上去系点嘅咧？我依家呢度有件衫，试下再笠上去都大件，我觉得，咁样，哇咁大件嘅。个膊位啊，咁样咯，短身嘅，咁入边可能着件黑色嘅背心，长长地，即系如果唔想 show 肚就长长地啦。如果想 show 嘅咧，就系、是、咁样咯，就唔窄嘅呢件 ，O 唔 OK 啊？后面咁样咯，即系唔系贴身咯，可能 fashion 啲。喂，我喺度谂紧咧，好冇咧去韩国啊？去韩国买啲衫翻嚟咧，之后卖俾大家，同埋买啲护肤品啊、化妆品嗰啲，好冇咧？即系谂紧呢个，即系呢样嘢其实都唔系首创啦，当然系好多人，即系因为我朋友咧阿二拎啊，佢好中意买韩国衫啊，佢喺香港咧就帮衬人哋买韩国衫，我哋就倾紧，不如好冇咧？我哋自己去韩国入货，之后卖埋俾大家。執翻少少，賺翻少少奶粉錢，奶粉錢，賺翻少少錢俾我哋生活都好。咁啊，二零已經好有錢啦，係我窮啲。哇！呢條褲好大條啊，死啊！唉，點算咧？可能要俾我兒孫女，即係依家又係興嗰啲咧，著上去先。啊，又嗰啲後生女咧，咪好興著嗰啲。闊咧咧嗰啲裙，即系闊咧咧啲褲啊！即系我露个肚脐出嚟跳舞嗰班咧，就系、是、咁样拉低少少咁样着，咁样系嘛？影唔影到？睇下先，高少少，咁样企高啲。哇，好闊喎、啊！但系呢度腰高啲，高腰，咁啊要短啲先靓。会唔会整得好细粒咧？我而家着咗呢件，我自己都睇唔到。系啦，就系咁。个 pat pat 会唔会好大？转个圈先 ，OK， 我企喺张大笪地凳嘅，系啦，就系咁啊，咁样，又系跳舞 hip hop 嗰啲，低能，我除翻条裤先，唔好除咗本身嗰条就得啦。呢条裤都 OK， 但系都厚厚地，秋天就啱咯，我谂。不过系咯，都 OK 嘅，都几舒服嘅，杏色咯呢个，佢好似有黑色，有黑色，有白色咁样。好似买咗条白色嘅又，系啊呢条咯，多着一两次之后俾我二孙女着，佢哋后生中意着呢啲，摆埋一边洗咗佢先一阵，我呢件除咗佢先，系啦，就系咁，继续开，就系咁咯，即系如果我去韩国入货咧，大家有冇兴趣买？系咪先？我又其实唔系好知道我啲观众群系睇淘宝嗰啲，睇价关低少少先。睇我淘宝开箱嗰啲，中意睇买，你哋中唔中意买衫？留言俾意见我好唔好？即系我都想咧睇下我嘅前路点样发展。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嘅依家嘅 status 嘅状况啦，我都想自己搵多啲钱。嗱，呢条系裙嚟嘅，裙，全身裙。即系我中意入薄嗰啲咯，不过我谂呢条好长，我咁细粒啱唔啱着咧？睇下先，咦 OK 喎，喂啱我啊，完全啱，非常 good 啊！我试俾大家睇先，哇好舒服喎呢条，去游船好啊，或者出去影下相、打下卡都 OK。
我中意呢啲咧日薄嗰啲衫啊。咦，向边啊个头？系啦，咁样咯。咁佢就个领都几靓咯，喂，系嘛？影俾大家睇先。个领咧，个我唔除入边，因为衫好烂。个领咧，嗱呢荷叶边几好，系咪？咁后面有条绳系绑嘅，绑住个领咯。咁样绑住个领条裙，系啦，唔错系嘛？喂 ，OK 啊，唔使改短，因为我比较细粒，我158cm， 即系五尺三，系咯，咁样唔使改啊，冇拖地，着对凉鞋咧就 OK。我好唔开心啊！我前几日咧攞翻啲以前喺韩国买嗰啲凉鞋出嚟咧，之后咧太耐冇着啲皮甩啊，之后咧整唔到啦。我问咗呢条几好，我买多只色先，睇下有冇第二只色。呢、这个蓝色，我问啦，嗰啲皮有冇得整过咧？佢话冇得整。之后咧，对鞋好靓啊！我再问多，我仲未抌，不过我问多一两间整鞋嗰啲，睇下整唔整到。真系好靓，嗰时喺泰国买噶，个牌子系 Tango 啊，泰国。啊，有时去泰国入下货，有时泰国嗰啲设计时装设计师啊，鞋嗰啲咧都好靓。其实去韩国又得，泰国又得，顺便去埋旅行，饮饮食食，拍埋片俾大家睇。之后咧又入下啲货，睇下有冇兴趣买咁咯。大家好唔好咧？唔买咪我自己着咯。啲货都系即系啲衫裤又唔会过期嘅，系嘛？谂紧，真系好需要你嚟俾意见我。喂，系啊，头先帮客户卖广告，就系话。丰胸668蚊五次，瘦身几多钱唔记得咗，瘦身好似系380蚊，系啦，咁啊消费券都可以用，大家即刻去帮下手，系啊，多啲人去帮衬啦，咁我就你又可以瘦啲靓啲啦，我就即系客户又觉得咦帮到手喎，做到嘢喎，有人去帮衬喎，呢短裤少帮手嘅短裤 ，OK， 短裤咯。有个袋咁喺侧边，几舒服嘅，好薄嘅质地 ，OK， 可以买呢、这个，有兴趣小朋友裤嚟嘅，有兴趣 ，IG 留言问我，系都要你嚟 at 我 IG， 系啦，唔识就叫屋企人帮你整个 IG， 之后 follow 我 ，OK， 呢个就系、是，咦呢、这个咩噶？哦呢、这个咧我买咗啲背心咧系连埋个 bra 嘅，即系你着呢件背心唔使另外着胸围咯。嗱呢、这个，哇、wow, ，好 sexy 咁。呢个咧，我唔中意买啲咧，要嗰啲胸围嗰啲垫要拆出嚟洗嗰啲咧，我就唔中意嗰啲，因为之前买过嗰啲咧系拆出嚟洗嗰啲好烦啊，洗洗下咧个垫就会歪咗嗰啲嚟嘅。咁呢个咧就唔使。呢、这个我买咗一件黑一件白，呢、这个几好睇，系咪？就咁笠上去俾大家睇好嘛？呢个好厚，即系佢唔会透咯，佢有个垫喺度。系啦，嗯，好，代购好冇？咦，我依度戴住个胸围，之后呢度有个胸围，咪好大咯？戴咗之后，即系两个胸围，系啦，得啦，好，之后就系咁。我睇下先，我睇下呢个好大，哇，叶子味咁好似，识唔识叶玉卿叶子味？大家如果呢个年代未必识，就系咁咯。即系你可以着头先嗰啲裤咧，睇下先。即系着头先嗰啲后生女嗰啲裤咧，即系跳 hip hop 嗰班就可能啱啊呢个。系啊，跳 hip hop 嗰班就啱咯，即系咁样着啊嘛。平时嗰啲唔使着入边黑色嗰件啦，当然系我懒得除俾大家睇啫。咁呢啲跳舞嗰啲咧，依家我带小帮手去学跳舞咧，就系啲女仔咧，就系全部着晒咁样。即系露脐装啦，之后再加条好阔嘅裤，即系韩国嗰啲跳舞嗰啲 K-pop 嗰啲装扮就系咁样。呢胸围背心咧，着咗咧，你又唔使着其他嘢，咁你着条高腰裤啦。如果唔想露太多腰的话，高腰裤或者高腰裙就啱噶啦。OK， 洗嗰件白色呢一件咧，呢件都靓。呢个咧又系。唔即系唔系拆出嚟嗰啲空垫咯，佢连埋咗噶啦已经。
所以呢啲背心咧，係啦，就唔使另外戴胸圍就好舒服咯，熱辣辣咁樣，又著件衫又戴個胸圍就好辛苦啦，咁樣啦，咁樣。我相信佢係好貼身咧，佢都會托到啲出嚟嘅。咦，小幫手已經翻嚟啦，佢補咗習。去咗補習，我趁佢補習嘅時間開箱，即係開到佢已經翻嚟啦。依家係啦，嗰啲背心都唔錯。有興趣 IG 問我攞拎，我唔打喺下面啊，太忙啦！依家暑假係啊，我都想知道有幾多人想買呢啲嘢，我都想做一個調查。咁之後我就如果我真係去入貨賣衫啦，都知道係。有几多人中意啲乜嘢？嗱，呢个又系有空战，呢、这个入边啊，不过呢个就系连埋个胸，即系要，即系可能要拆出嚟细咯。佢入边就有个胸围咁样，咁样咯，就唔使另外再戴 bra 啦，又系咁样咯。咁你自己着咗呢件，我中意啲入膊衫，入膊咧就会显得瘦啲，见唔见啊？入膊系啦，咁样着。咁著襯條黑色高腰裙啊，啡色高腰裙都得咁樣。即係如果我去韓國入貨，就當然件件都換俾大家睇，睇下著成點咁樣，就係咁啦。呢個幾好，方便啲咯。係啊，大家呢排點啊？我好難煲湯同埋煮嘢，呢排有工人嚟咗。哎，頭先講工人講到邊度？頭先講工人講到佢用電話嘛。佢咧有時咧，譬如我沖涼啦，佢睇住小幫手嘅時候咧，我沖完涼出嚟咧，就成日見到佢喺度，佢自己撳電話，小幫手喺度做緊自己嘢，或者喺度睇電視或者打機，咁咧佢就自己又喺度撳電話。之後我琴日就話佢，我話你以後睇住我個仔，其實睇住我個仔睇住小幫手都係半個鐘至九個字我沖涼。咁嗰半個鐘九個字可唔可以同佢玩下，或者陪佢畫下畫，睇下圖書？都唔好，你有你打機，佢有佢打機咁樣，我覺得好似唔係幾好，係咪咧？大家即係佢嚟咗三個月啦，即係次次都係咁，我開始有啲睇唔過眼，之後琴日話佢咧，之後哇好串，即係總之態度好差咯。你一話佢，依家啲工人唔話得嘅，真係好煩。你真係呢三個月我都冇話佢乜滯，我又好 free 咁樣俾佢一路燙衫一路聽歌啊。即係總之你唔好太大聲騷擾我就 OK 啦。呢個都係入薄嗰啲背心黑色。又是连埋胸围的，这个就是不用拆出来洗的那些，是刚才那件黑白色那件就要了，这些连埋胸围呢没有铁线的就 OK 了，这个洗。那么呢工人呢真的不说得很喇叭闭的工人， sorry 啊，粗鲁了一点点，不爆得粗就用个喇字来代替。那么呢真的你说一说他立刻西面的，真的唉，真的说他仲要係唔係我錯，係佢唔啱，佢都即係我話咁之後唔知喺度發咩爛渣，之後我話咁唔好用電話咯，佢話唔好用咯，我咁你擺喺個飯廳嗰度唔好用電話，佢話唔得，我私人物品嚟嘅，我唔會擺出嚟嘅咁樣。哇！即係其實佢係基督徒，我自己都有翻教會，即係都唔想搞到咁金。之後唉，好煩啊！之後咧，唉，之後我就話唉，我話即是我安撫返佢囉，之後仲要氹返佢囉，即係佢嘅問題佢仲要串，之後我仲要氹返佢囉。所以即係有時呢即係驚喇咗佢哋嗰啲工人，真係唉真係好痛苦。即係譬如點講呢，你冇我三年半冇工人，其實都好開心，係但係就自己落手落腳做好多嘢啦。冇咁多時間，譬如小幫手出去補習，我未必陪到佢啦，即係可能有人車佢出去，但係就我就送唔到佢咁樣啦，咁之後就少咗時間陪小幫手啦，但係依家多翻時間陪小幫手啦，但係就唉算啦，唔講啦，越講越唔開心噶啦，又算啦。我諗每個家庭就都會遇到啲咁嘅問題，隻眼開隻眼閉啦，唯有呢、這個又係背心，呢、這個就長身嘅背心，長身嘅背心就係、是、又係連埋啲胸圍，係啊。呢好平嘅，幾廿蚊嘅啫，好好。即系我有時我嚟襯下衫啊，即系成日都唔想戴胸圍。如果大家有睇我嘅 channel 就知道，有時咧我就話我最中意冬天，最中意冬天咧有時咧同小幫手攞一落樓下咧咁著住件羽絨咧就唔使戴 bra。
穿着羽绒那么厚，都没人看到你有没有戴 bra。 这件 OK， 这件就是这样，后面黑色，前面杏色，后又是连埋 bra 在里面的，这个即有少少入薄咁样咯，可以衬黑色裙或者裤都好睇嘅呢个，系啦。好 ，show 完。想唔想睇我卖衫？就大家留言话俾我听啊！依家开咗几耐啊？我唔剪噶啦条片，因为淘宝原汁原味啊嘛，大家系咪？哇！呢发夹啊正，因为我屋企咧成日咧，即系啲夹头发啲发夹咧，有时都会有时即系用耐咗会氧化啊嘛。咁咧佢就會爛啦，咁呢啲髮夾我就成日都係咁樣夾頭髮，譬如沖涼啊，有時做其他嘢都會夾起佢啦啲頭髮。咁咧呢啲好平，幾蚊罐，呢啲買咗好多，買定嗱，有啲唔同款，有啲細嘅就係夾住上半截咯，即係好似我依家咁樣夾住上半截，咁樣夾住上半截，咁樣見唔見到？啊、見唔見到？嚟個拱橋俾大家睇，就係咁啦。有呢啲型啦、啊，夹晒个头俾大家睇呢啲型啦、啊、，OK？ 呢、這个之后有呢、這个夹晒俾大家睇，睇下咩睇唔睇到啊？睇唔睇到个款系点啊？大家系啦，咁呢个又方形啊 ，OK？ 呢啲几蚊个噶咋，好平。一间有一堆咧，仲平。我买呢一堆咧之后咧，又唔知加九个九咧，之后咧加九个九咧又有。几个咁样，蓝色嘅好似，一开俾大家睇，唔知系边一盒，系啦。我呢排真系懒煮咗嘢，因为咧好热啊，厨房冇冷气啊，叫咗师傅嚟咧装唔到冷气，工人房咧都装唔到冷气，因为好大工程，如果装冷气又唔知要拆咗个窗，又唔知点样。哇，好多呢、這个好多个夹，近啲影俾大家睇，呢、這个都靓系咪？杏色。因为其实我呢啲都系屋企用啊，我唔会点样出街用，但系买咁多个做咩咧？我都唔知点解，头啊得一个，因为成日惊烂啊，有时见佢平啊，哎买啲买啲，呢个独立包装嘅，系咯咁样咯，呢啲系独立包装，呢个花花型，花型咁样，呢个好平啊，呢个呢一堆好平，好多，系啊，一盒买翻嚟有大有细咯。哇，好多喎、啊！嗱，有呢啲珍珠，呢啲珍珠可以带出街，其实都系啊 ，set 挛咗个头夹呢个都得。呢啲睇唔睇到？几靓喎！呢啲都好厚实，因为有时氧化咗佢啲铁咧会烂啊，之后咧就会个夹咧就会烂，呢个夹住关节咯，咁样好多。买咁多做咩黐咗线？点解咁多？好多，之后送个包橡筋俾我啦，又系啦，十几个呢度买咗，俾我家姐我妹啊，如果要呢度系啦，咁样倒晒出嚟，倒咗盒，见唔见到好多呢一扎？系啊。所以有时唉，多个人喺屋企，琴日真系好僵嘅，琴日闹到哇，仲有啊，仲有发夹嘅，点解死火买咁多做咩？癫咗，派街坊啊，攞嚟真系呢、這个就系蓝色啦，呢一包咧就系九个几嘅，九个几就有成，即系你有时买几样嘢弹出嚟咧，淘宝问你有冇兴趣加九个九就买呢啲，哇呢、這个靓喎、啊，蓝色。系啊，靓唔靓？如果我后面仲有一个喺度，呢个蓝色几靓喎，喂，系嘛？唔错系咪？系咯，有时游船河啊嗰啲都可以夹，好多啊！一个睇下几多个先数下先，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八个咧好似十。二三蚊人民币啫，系都靓喎，都实正嗰啲嚟嘅，唔系 hea 嗰啲嚟嘅。你喺街嗰度最平都要五六蚊一个啦，就算花园街。依家呢度几平？呢、這个花都我想睇下佢点样夹。呢、這个花头先未有个啡色嘅花，呢、這个咁样夹，咁样夹。
即可能卷起啲头发，咁样夹都得，咁样咯，好唔好睇？都几好，都几实正啊，夹得。不过黐咗线，我买咗廿几个翻嚟做咩？你睇下呢度，攞去卖又可以开档啊！我呢度落楼下管理处摆个档口，睇下啲街坊帮唔帮衬。无聊，我成日谂埋啲无聊嘢，即系成日咧，我都想咧，譬如几好玩嘅，系嗰日拜睇埋拣，咁之后买，几好，廿几个嗰度，癫咗。啊，呢、這个蕉蕉香蕉储存盒，啊，买俾阿蕊佢哋啊，李丽蕊佢嗰阵时叫我买，之后成个月，依家先买到嚟，买咗几多条啊？一二三。因为他们有时翻工咧，即系想带条蕉翻工，压蕉，咁就系又惊撞烂条蕉，就买呢啲蕉蕉盒，保护条蕉。但系有时啲蕉长过呢条，又冇呢条咁弯，咁点算咧？啊，我都唔知啊，几蚊个呢啲好似，点开啊 ？OK， 咁样睇下先。我都未买过啊，睇下点开先，开唔到，买咗六条啊，有六个盒，系啦，研究下点开先，哦得，点噶，哦咁啊，应该都好快烂嘅呢啲，应该都唔摆得几耐嘅，咁样咯，咁样。放一條蕉進去，是的，開也有點困難，大佬想吃條蕉都這麼久，算了，不開了，很煩，剛才開了給大家看，是的，按一點點就開到了，即是開多幾次就應該認識的了，我開到我 手指痛，是的，就是這樣，洗了先用啊，這些還有三盒仔而已，不知道是什麼，我都忘記了是什麼了，三個盒，是的，有冇嘢啱啊？到目前为止，买衫多咯。今次我差啲怼落自己度，把铰剪吓鬼死，毁容。我、哦、呢、這个脚架，因为咧我咧依家影紧嘢嗰个脚架咧，俾我整烂咗，但系都仲用到嘅。但系我惊突然间用唔到咧，我买定先，即系随时攞起手有得用啊嘛。因为你出街买嗰啲咧都唔平啊。在即係嗰啲街邊好多嗰啲圓形燈啊、自拍棍啊，同埋電話殼買嗰啲咧，都唔平啊！呢、這個就係藍牙嗰個掣啦，有藍牙嗰個掣咧，咁我就坐埋一邊咧，我都可以撳到啦。咦？但係冇開關嘅喎，點樣咧？係啦，呢啲我自己再研究啦，擺喺度先。咁呢個都幾厚實嘅。咁啊，啲企呢碌嘢都米几啊，佢有咁我呢度打开啦。哦，呢、這个系呢一个蓝牙系摆喺呢度嘅，可以摆塞落呢个位咁样，系啦，佢甩咗出嚟啫，啱啱。咁咧，我就喺呢度打开啦，撬开佢，冻喺地下，拉到好长嘅，可以好高嘅。系啦，米六啊，好似即系好似我咁高咁咯。系啊，我得米一米五八，一五八咁样咯。咁呢度就夹住个电话拍嘢咯。系啦，咁样呢度有较紧啲啦，松啲啦，咁样。如果你想喐咧，就咁样夹 set 好咗咧，就扭实去咁就 OK 噶啦。OK， 就系咁。脚架，吓死！未用就整烂啦，差啲俾我。呢、這、一个脚架，咁样重重地嘅都唔轻嘅，系啦，仲有两盒，系咁，系啦。我会煲汤嘅，我隔几日啦，隔几日啦，等我啦，我要煲个冬瓜汤。去濕啊！因為呢排都落雨打風啦，
啊，呢个系补寄翻俾阿小帮手嘅 Concord， 上次咧寄嚟咧已经烂咗几十蚊一个，之后去补翻一个咯，补翻一个俾佢，补寄翻一个俾佢，咁啊 OK 喎，补寄翻一个俾佢。但系啲碌咧好细咧，攞出嚟玩咧就好易烂，咁我啱啱俾翻小帮手，佢就好开心。系啦，最后一盒，大家最后一盒。有冇睇曬啲廣告？頭先唔記得叫你嚟睇曬啲廣告，就係對我最大嘅支持。因為咧，我都係靠咧啲片嘅廣告咧去維生啊，去賺錢啊。我嘅意思係，即係你亦都可以喺有個 fans 嗰個掣咧，你都亦都可以 sponsor 我。阿 Betty 就成日 sponsor 我，呢個係我嘅最大嘅 sponsor 嘅。粉絲觀眾變咗朋友咁滯噶啦，依家帽啦，我成日要買帽啦，係啦，除翻呢個夾先，買頂帽咁樣。我有時出街咧，有時唔梳頭啊，就會戴頂帽咁樣咯，幾好喎！呢個頭型呢個都幾啱喎，後面有一嚿鬆緊咯，不錯，對不對？係啦，就係咁，開箱完畢，各位。下集再見，記得追蹤小幫手的YouTube 啦，同埋追蹤我的 IG 啦，留言俾我啦，就最好就贊助一下支持一下我，可以捐錢，有個 fans 嗰個掣咧，你可以捐十蚊、廿蚊啊都 OK 嘅，如果你錢多嘅話，錢少嘅就留翻自己用 OK， 錢多嘅話十蚊、廿蚊都可以捐俾我，捐款熱線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啦，咁咧就係咁啦。如果有咩品牌想我介绍俾大家嘅，好嘅对你自己嘅品牌有信心先去揾我。如果渣嘅就唔好揾我啦吓，我直话直说，好食好食，唔好食唔好食，好用好用，唔好用唔好用嗰啲嚟嘅倒米大师。但如果真系货真价实好嘢咧，我就会介绍俾大家。下集再见，开箱完毕啦 ，thank you， 拜拜。